大众哥哥，你伤得太重了，求求你了，回房休息好吗？若他归来，便可第一时间看到我。当姐姐，当姐姐，你看我今日状态如何？你不闭关能好吗？放心，我还死不了。 看到会伤心的，当姐姐，当姐姐，元正。 你这是何苦？我再也不是太医。太医！太医！ 不管你是神女还是侍女，只要是你就好。对不起，元昭，我知道。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取回神之手，我的心都在神之手上。我去。 我死，取之，你我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神之手而来。元初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不管你是谁，想要什么，我都甘愿相赠。 是道相思，了无益。为防惆怅，是轻狂。嘿，哎，哎呦！夜莺仙人，啊，元正。 我那醉生梦死呢？哎，这位姑娘难道是？哎呀，这眼都是明明是另一个，这么快又换新人了？她就是谭音，也是无双神女。是是是，啊！这。 天云下，元仲，大凶之兆啊！大凶之兆啊！我们正是为此而来。我影足以卷土重来，浩劫将至。此劫绝非全无转换，唯一生机。 便在神之手，万年前神魔大战，我倾尽一切造此神器，助战神太和以神光之力覆灭魔影一族。而我的凡仙之躯并不能完全驱动神力，是时候归还神之手了。哎呀，元仲啊，神之手怎么能轻易交出去呢？不可不可！但神之手已与你融为一体。
媒介贯通天地两界的通天机关和天地之力方能取下。有劳梅山君给众仙家发送飞书，请大家齐聚演读，合力开启机关，希望以此护三界安泰。神将士，恭迎机关神女，恭迎机关神女。世人敬神，爱神，神亦有感，愿为苍生故。天神在上，各族连遭魔影偷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怎么回事？救命！魔影欲侵覆三界，如今魔尊乃是天神堕魔，在天作恶，吞噬战神太和，已成为更强大的存在。战神堕丧惨败，三界当真危矣啊！何其骇人！是啊，仙法无力相抗。天神，我们当如何对敌呢？唯有神之手能救世。神之手，神之手，有福大祭司乃神之手成祭者。大祭司殿下，大祭司回来了！原来是大祭司收服了战鬼魔灵。我乃有狐大祭司元仲，愿以神之手，以我生命与神女守家平乱，共护天地，不必抚越，万死无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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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众仙集结，全力齐伐！全力齐伐！元仲，我们同时拔掉胸剑。没事。结界破除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又坍塌了，快走！太和，多谢你的相助。拯救苍生是你的心愿，也是我的责任。剩下的交给我吧。你神力已多数散给法阵，偏要卵与石斗，枉人负命。神之手将要离开你的体魄，害怕吗？有天下无双的神女为伴，
无惧、无憾。若是活着，朝暮相守，清欢复生；倘若不能，死亦相随。不负天下，也不负你我。是了，九天意义，九天意义，苍冥神清，苍冥神清，深沉照佑，钟鼓道声。星为上，恭请东宫苍龙，南宫朱女，西宫咸池，北宫玄武。想要稀释神之手，若能收集他用以稀释的丝线，结合通天塔机关，便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为鱼儿引他上钩，他很快就会追来。我们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但只要拖延至四灵法阵开启，便请君入瓮。神力有限，无法召唤完整四灵，还差最后一步，等着他来补全朱雀，分离神之手。你利用我！四灵已聚，造物神域，离体归元，神之手。昔日为救苍生造神之手，
而今需毁神之手才能救苍生，这更是因果。神之手乃我心所铸，若我自毁，神之手亦出。你我因怀神迹飞升，一旦另有执念超越于此，便会遭遇人情。如今你渡不过你的人情，而我亦然。姐姐，不若你我相伴，走完最后一程吧。神者何如？死会无穷。山河无恙，世人皆安。神之心，报。家死了，他竟还在找。可纵使踏遍三界又如何？神女永辞，何来富贵？是啊，连紫薇星盘都毫无征兆。唉，自是人间空唱雨霖铃啊。生与和交汇，拨开云雾变数，图同归。你却
舟，与幻梦相随，一念无双，天与地相会，爱恨出鞘，你喜欢我会愿为你不会，如何才能寻到你？也罢，既寻不到，我便在此处等你，千年万年我也等待。若我垂垂暮老，你可还记得？别笑我疯。